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。有一对夫妻，我的好朋友，这个两个人都非常好，但是两个人有同样的这个性格，不爱讲话。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，默默无语，但是两个人非常配合的好。可是没想到有一天，竟然冲突了。冲突了之后，老朋友打电话跟我讲，他说我今天很不高兴，怎么怎么样怎么样，说了很多，那我就在听着。我说那你后来怎么办呢？他都没告诉对方，但是呢，这种冲突完了以后他就憋着。他说我最后我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头，我就打开照相簿，我就看，翻。翻到了从前，两个人在谈恋爱，两个人热恋，两个人结婚，然后生小孩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原来老朋友告诉我的，是他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滤，回到了从前，重温旧梦之后，他出来开出门来，跟自己的太太道歉。哈哈哈。老人看照片，不只是哀伤。哎呀，你看看从前我多漂亮，你看看从前他烫的头发多好看。哎呀，我的从前怎么样？不只是这样。重温旧梦里头，你是曾经拥有过过去，但是呢，时间改变，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，你是现在的你。用现在的你来体会从前。哦，曾经两个人谈恋爱，曾经看电影，曾经喝咖啡，曾经的那种感觉会使你现在的老年生活中间更加的浓郁。老是幸福的，如果能老了，这是一份享受。可是常常有些人呢，这个一到老年就觉得，哎呀，真的一点意思没有，一身病。一身不错，我们都一身病，可是有一点，我们也拥有过过去。我们可以把过去的温馨带到现在的话，不是可以享受到很好的一个老年生活吗？你觉得呢？